我提议，一会儿散会了，以各分厂为单位，组织大家准备上街声援学生，并且到总统府去请愿，好吧？同学，被捕学生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怎么样？同学们大部分情绪还算比较稳定，已经做好了全面与反动政府长期周旋的准备。 只不过因为警察暴力逮捕，许多同学受了伤，再加上没有食品，没有水，也没有药品，所以很多人生病了。这是个坎儿啊！回头我要去看看他们。先生，您不能去。之前我们已经发现警察的线人把您给盯上了，您现在出面实在太危险了。是，我来的时候刘一品就跟在我后面，您去太危险了。我没事。 你们照顾好重复先生就行。您对我们同样重要，学生运动少了你们哪一位都不行。我不会让您去的。那这样，我身上就带这么多了，你拿着。誓言，晚上回去你跟我去拿点钱，拿这些钱给学生们买点药品、食物，照顾好他们。 同时，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发动一下周围的力量，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，帮助学生们渡过这道难关，好吗？广大的工人朋友们，眼下是最危难的时候，谁咬牙坚持到最后，谁就能取得最后的胜利。 刚才大家也都听见了，我们被捕了1000多名学生，损失惨重。但是正因为这1000多名学生被捕了，让全中国的人民都看到了北洋政府的反动。在国家被出卖的关键时刻，这些学生挺身而出，不惜牺牲个人利益和前途，用青春的热血抨击了政府的卖国行径和反动本质，也用他们的爱国壮举把所有的人民 都给唤醒了。我坚信，只要我们再坚持一下，形势一定会有变化。当然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大家也要照顾好自己，不能莽撞，不能做无谓的牺牲，要谨防反动派狗急跳墙。虽然眼下是这么一个黑暗的时期，我依然相信，只要我们团结一致，努力奋斗，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。 吴总监，昨天抓了学生，都关在了马神庙。嗯，但是现在北河沿马神庙都被老百姓给围住了，要求送吃的，拦都拦不住。哎呀，这太好着了，老百姓帮了咱们大忙了，学生们有吃的了啊！同志段志贵啊，把北河沿马神庙的大大小小的门都给我打开，允许老百性来送吃的，包子、饺子、面条，什么都可以，送衣服也行。不是吴总监，那不成自助市场了？闭嘴，赶快去吧！是。 哎，老几位，你们愣着干什么？来开会，开会！一群仙，何梦熊，一群仙，快走！何梦熊，陈师傅，师傅，你们在这儿呢！哎呀，你们可来了！都快到这儿了！哎呀，我担心死了，没你们的消息啊！你们都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 饿坏了吧？饿死了！来来来，快吃包子！同学们，来！嗯，真好吃！学姐，来喝粥，还有吃的，还有吃的啊！嗯，好好吃！这还有吃的，给同学们分过去啊！ 这教室啊，就是我之前旁听的教室，我干脆把这儿直接当课堂了。嗯，拿，那么多，都拿去。多看几本书。都拿去。哎，我这儿有个信封，我来。来，分一下。递过去。我进来之前啊，本来是想借书的，这书单上有两本书，你去帮我借了。没问题，待会儿帮你借啊。谢谢。曲仙，嗯，包子。
他敢欺负你吗？敢！谁敢欺负他呀？谁敢欺负我？我咬他！张师母，你这包子真是太好吃了！我要是天天能吃到这么好吃的包子，我坐监狱都值了。孩子，想吃我天天给你包。嗯。多吃点啊，同学们，多吃点，吃完了还能包。嗯，太好吃了，师母。年年，小年，嘘，小点声，他还没醒呢。 小冉还睡呢，对，好，哎，师母，沈岩浩，快给我拿点吃的，饿死我都快得吃不下。快快快快！你可算是知道来看我了。哎呀，谁看你啊？我是饿扁了，过来蹭口饭吃。我现在家憋的，什么时候都不知道。你赶紧跟我说现在外面什么情况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是寸步不离看着守城先生不能上街，我这消息全是回来的同学给我传递的。那你在红楼待着，消息也比我灵通啊。 别着急，慢点吃。哎，我先给你们说两条坏事情。第一，这今天上午北京数万学生上街请愿，与军警展开斗争，很多学生受伤，刘海威、刘海威也受伤了。哪家医院？据说武大呀，但是别人看他头上包扎好了以后就回来了。给他们再装点包子吧，估计一会儿市员走。大姐，北京现在正式下令更换北大校长，由胡人员替代肖云培。算了，不说这个了。 还有几个好消息啊，今天上午军警执法人不抓人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已经没有地方关学生了，这说明反动派害怕了。第二，今天不光是学生，工人、商人、市民全部上街请愿。第三点最最重要，上海发来通电，商务印书馆、武大纱厂、中华书局、码头工人全部罢工，南京路各大商店全部罢市，就连理发店门口也贴着“国事如此，无心整容”。 请君不必光顾的标语，你们知道这叫什么吗？这叫三罢，学生罢课，工人罢工，商人罢市。大钊先生说了，只要形成了三罢，学生运动的性质就发生了改变，所有人都站起来，所有各个阶级全部参与到爱国行动里面，胜利还会远吗？太好了。但是啊，大钊先生说，这个先不要让仲甫先生知道，以免他情绪激动，做出国际行为。 都快激动了！你把我关起来得了。我跟你一样，这么些下了死命令，让我一步步离开这守城先生，还别说真的非常危险。前天我已经看到刘一平已经在盯守城先生了。刘一平？对。他跟张峰在是一路人的。那现在警察就已经盯上守城先生了。所以钟谢不让我离开守城先生半步。哎，别说了，敦荣下线在替我，赶紧拿点包子，守城先生还没吃饭。好。在哪里啊？都拿过去吧。好。 路上当心点啊！好，哎，好，谢谢。千万小心啊！好，先生，现在的情况大体是这样的：我们很多被捕的学生被关在了北大的文理法三院，现在市民们自发的给他们送去了水、食物，还有换洗衣物，所以我觉得他们的情绪应该会比较稳定，但是我觉得撑不了太久。 我会和几个同学一块去组织探望他们，让他们千万不要着急。好，同学们，现在斗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阶段，市民们都已经起来了。我相信我们只要再咬牙坚持几天，反动派就会妥协。那个转折点就会出现。但是越是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大家越需要冷静，以防反动派狗急跳墙。明白了吧？明白了。好，现在三院是个什么情况？三院情况还好。 但是二院那边比较紧张，那这样，让一些同学去摸一下二院的情况，同时告诉二院的同学们，一定不要冲动，要冷静，要避开军警。这个时候以防受人一柄。师母，先生，您看谁来了？师母，哟，您快进来。大老远的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又下着雨，一路问着就走过来了。傅岩，啊，好。师母，师母，师母，同学们好。姐呀，咱俩人在家里头不是商量好了吗？让你在家好好待着。
现在外头大街上那么乱，到处都在抓人，你说你沉着个身子你上这来干什么？我就是听说学校也抓人了，我不放心就过来看看你。我给你们带了些吃的，还有换洗的衣服。你还带着那么沉的东西解呀？人都在了，你就别说了。同学们都没吃饭呢吧？来，我给你们烙的烧饼，还有火烧，还热乎着呢。来，大家快来吃。谢谢师傅。谢谢师傅。动手拿，动手拿，动手拿。我帮您来。啊，都尝尝。好吃，好吃。尝尝，尝尝，尝尝，尝尝。这还有火烧啊？好吃，好吃吧？好吃，好吃。再拿几个。来点咸菜不？那先生，我们先走了，一定注意安全。好。同学们一定注意安全。好啊，好的。哎，谁要是饿了，再拿几个走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中。一定注意安全啊！好，好，好，我们走了。好。那，汤八姐。哎。帮我倒一碗。不瞒你说，我还真是饿了。我刚才就让石岩去仲虎兄家帮我拿点吃的东西，到现在也没回来。你真算是把我给救了，雪中送炭呢。给。嗯。走进学校呢，学校好美啊！我记得你小的时候背着书包，一蹦一跳的去学校，我就在院门口看着你，看到没影儿。我真羡慕你啊，羡慕你能上学。我觉得天下最好听的声音，就是学校响亮亮的读书声。今天我也走进学校了。你看这些孩子们多有精神啊！姐，啊，一会儿吃完饭，我带你去转转。嗯。哎呀，怎么了？肚子疼？没有没有，不疼。你感受到了吗？他在踢我呢。也踢我呢。啊！你踢我们干什么？你也想跑出来呀？啊，我知道你也想上北大，想让爹爹当你的老师，是不是？爹爹可是很严厉的啊，到时候如果把你训哭了，你可不许怪爹爹啊。姐。对不起啊，你看把你接到北京来，本来我应该好好陪着你的，结果我忙得不着家，还反过来让你操心我。对不起。我有手有脚的，我让你陪着我干什么？我是怀孕了，又不是生病了，我能管好我自己，不用你操心。你倒看看你自己吧啊，几天不见就瘦了一圈，我还不知道你。一忙起来，一口冷的，一口热的，就在那儿下对付。以后可不能这样了啊！哎，我给你带了点换洗的衣服，就这两件够吗？够了吧？我也是带着俩孩子走不开，亏得今天淑慧媳妇儿来帮我，要不然我还来看不了你。那这样，姐，咱俩再商量商量。我答应你，从此以后我好好吃饭，但是你也得答应我。你不能再往外跑了。你说现在外边那么乱，我不在你身边，我又没法照顾你，我已经对你亏欠很多了。韩屯，你知道吗？宝华现在可随你了，这每天一大早就在那儿晨读，他背不下来诗啊，连饭都不吃，这多像你小的时候啊！你小的时候就这样，背不出文章来，你就躲到那鸡窝里去哭，怕我听到，还捂着嘴呜呜咽咽的。我还说呢，这哪来的你这野猫啊！姐，你晚上睡觉啊，还在那儿苦读，那蜡烛把你头发都给燎了，你都不知道，差点把咱房子都给烧了，你都忘了。姐，我想跟你说说我的心里话。
我觉得我李大钊这辈子，我对得起天下，我对得起我的市场，对得起我的朋友，我也对得起我那帮学生。但是我对不起你，你自打跟了我以后，一直为我提心吊胆的，一直为我操心，我觉得我对不起你。守常，你是干大事的人，你每次跟我讲的那些大事啊，我有的听得懂，有的听不懂。但是我不管我懂不懂嘛，我就知道你是在为别人做事儿，为老百姓做事，做的是大好事，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。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，你就放心吧。我想好了，过些日子我就带着孩子回大黑坨，在那儿生孩子，不让你分心啊，省得你老记挂着我们。哦，对了，这个是蔡先生从你的薪水里扣出来的钱，我一直给你存着呢。我把家用都拿出来了，还剩下这么多。我知道你有用，你拿去吧。啊。韩托儿，你知道我最开心的事儿是什么吗？我最开心的就是收到你从天津、从日本给我寄过来的信，我就拿着那些信呢，就到咱们村让大先生给我读。读完了以后，晚上我就在煤油灯下，我就一遍一遍的看，我就用手描绘着你写的那些字儿，我就在想，我要是认字儿就好了，我要是认字儿，我就能给我的憨驼儿写封信，我就能跟我的憨驼说说我的心里话。哎，不许看，把脸转过去。什么字儿？李。这个。大。这个。招。这个呢？这仨字我还能不认识？姐，我跟你保证，等有朝一日学校可以摆上一张安全课桌的时候，可以传出朗朗的读书声的时候，我带着你，就咱们俩人，在一个教室里头，阳光从外头透进来，我一笔一，一画，一笔一，一画的教你写字，然后我坐在底下，我等着你，等着你什么呢？你亲手写一封信给我，我要看呢。我跟你保证。快吃吧。吃饭。吃饭。你干什么去？
出去转转。不行。钟福，不行啊！我稿子写完了，我出去看看。你不是答应守常不出门吗？我稿子写完了，我要出去看看。我知道啊，无论是守常让我在家里编新青年也好，还是延年不出去看着我也好，不行，都是为了我的安全着想。我知道，我呢一来不想给你们添麻烦，二来呢我也确实想在家静下心来，好好的把这一期的稿子写好。先生，您不能出去。我需要。而且我必须要知道当下的形势发展。我要真想干的事儿，你们拦得住吗？赶紧蒸包子吧，还得给他们送过去呢。啊，浪对花，街对花，一对对到天更下。
丢下一缕紫发的一颗牙，我敢怎么？钟虎兄，在吗？没有。我就说看好的，看好的。以他这个性格，看见现在这么一个形势，他肯定会出事儿啊！钟虎兄，陈政府，钟虎兄，找，走哪儿手下？找啊！你去哪儿找啊？1院、2院、3院我们都找了，马神庙、北河沿、红楼操场他都不在，军曼嫂子也都在找他。我们现在别着急，我们想想他会去哪儿。我想到的只有家，还有学校。家里边，君满嫂子等着他；学校，我们俩在这儿等。诗诗，问你一个问题，这还是我们值得为之奋斗的民国吗？这还是徐锡麟、秋瑾这些烈士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共和吗？这间教室我们本可以摆上一张干净的课桌，让学生们在里头安安静静地去享受知识的乐趣，可是现在呢？变成了监狱，里边关着我的学生，关着你的学生，关着仲甫兄的学生。可怕的是，门口竟然还有一群痛苦不堪的父母，他们用祈求的眼神在寻求别人帮助，甚至在向军警下跪。更荒谬的是，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孩子爱国而向军警下跪。这个国家怎么了？你们觉得这个国家很荒唐吗？守城，你不要自责，这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，我们真的不能蛮干下去了。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要好好想一想，检讨一下自己的思路，否则受辱的只有学生，受损的只有学校，就像是我在北京学生受辱记里写的一样。是指我们有错吗？学生们有错吗？你这个时候你说这种话，你不是在为反动政府张目吗？这个时候你就别给我戴帽子了，守城。刚才你提到你的学生，是，我们都看到了，你难受我也难受，可是有什么办法呢？如果当初我们不实行总罢课，如果我们采用一些缓和的办法，我们北大不至于走到现在这个地步。师侄，我们为什么要罢课呀？我们为什么罢课呀？不是因为政府要签订那个丧权辱国的巴黎合约吗？
我们不是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去抗议、申诉，无效，不得已而为之的吗？难道爱国有罪吗？卖国有功啊！爱国它有很多途径，救国有很多的方式和方法。还有首长，我听说你最近一直在鼓吹俄国革命，说我们中国人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，这很危险。有什么危险的呢？我劝你也不要总盯着美国人的路，不要总信奉杜威的那个实验主义。你应该像蔡先生说的那样兼容，你要看一看大战之后的形势和变化。又扯远了，现在我们谈的是眼下，我们如何救北大，我们如何解救我们那些被捕的学生。我们要想办法呀，要想办法，着急没用的，我们要安静，静能生慧，想办法。我的意见是，我们要取消罢课，我们要给政府一个台阶下。绝不能取消罢课，这个时候绝不能取消罢课。我们现在没有第二条路，我们只有一条路，那就是采用更加坚决的方式，我们去斗争。斗争？你还要斗争吗？斗争有什么用？现在你和陈仲甫满身都是伤疤了，你还要斗争？还要走极端吗？陈仲甫他是我们新文化的领袖，我们三个人为什么不能只做好新文化？我们为什么要往这汪洪水里面看呢？再这样下去，不仅是北大完，还有你们俩，你们俩会毁了你们的学术前程，你们会毁了你们的幸福家庭。实质啊，咱们去倡导新文化运动，是为了启发民智。那么国民觉悟了之后呢，势必会有所行动。光有思想没有行动，是救不了国家的。我不是说我们完全不去行动，我是说你们一定不能再走极端。极不极端应该有一个客观的标准。如果一个国家强权压倒了公理，如果一个国家涉及到核心利益而人民的意愿不能表达的时候，那么这个国家的公民就可以行使民主的权利。我们拿日本举一个例子，中日甲午战争，中国战败了，我们割地赔款，甚至把台湾都让给日本人了。没办法，我们没脾气，可现在我们是战胜国呀，是不是？凭什么德国把我们的青岛让给日本呢？这还有公理吗？如果我们放任那些卖国贼肆意妄为、践踏民意的话，那我们这个国家还能叫一个民主共和国吗？我们还配叫国家的公民吗？所以为了国家利益，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彻底的革命，把思想觉悟和行动觉悟结合起来。我李大钊愿意当这个急先锋，九死而不悔，虽千万人吾往矣。仲甫，你去哪儿了？我没事，我在那儿坐了一会儿。我那个，我去转了一圈。首长说的对，让我在家待着，不让我去，我这就回家。我饿了，我要回家吃饭。我也渴了，嘴干。没事，我没事。仲甫，陈仲甫。共和死了，我不会死。
妈妈，爸爸什么时候回来？我都饿了。再等会儿，爸爸回来我们才吃得香啊。回来了。你怎么不吃饭？你不回来我们怎么吃呀？妍妍和乔年中午都没吃饭呢，都等你呢。快来吧，坐下，我弄了个火锅给大家改善改善。来坐下。坐吧。坐下。我要跟你说声对不起，因为我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。妍妍，乔年，何年，子美，老白兰，还有远在老家的玉莹和松年，我都要对你们也说声对不起，因为我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。人回来比什么都强，别说对不起了啊。你听我说完。我在家里憋了三天，今天出去转了一圈，你们应该能够想象到我看到了什么。我是一个年轻时候就立志救国的革命者，但我不是一个好的老师。因为我看着那些学生因为爱国家而身陷囹圄，所以我必须要走出这一步。你们的父亲必须要先让自己置之死地而后生。孩子们，我们家刚刚过上了今年安定的日子，可是今后可能你们又将要面临不同的处境。因为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学生们流血流泪而无动于衷，我必须要跟他们在一起去战斗，因为我爱这个国家。这个国家不仅是我的，更是你们的。我要为这个国家去做点什么。今后可能因为我你们还会受连累，今后可能因为我你们还会吃苦受罪，所以我必须要跟你们说对不起。这杯酒是向你们赔罪的。没事吧？啊，没事吧？虽然我有六不许，不能饮酒，但是今天我也要敬你赔罪酒，因为我也是立志要为国家献身的。作为长子，我可能不能为父母尽孝，不能为弟弟妹妹尽责。今天我就以这杯酒谢罪。大家赶紧坐下吃饭，咱们一家人一定要好好的活着。坐下。
来，坐下。